独居、单身、地球女性，你是我最完美的研究样本。现在这年轻人光天化日之下的，真不害臊！你咋还那么保守？这都啥时代了？陆凡，地球上的男女在一起一定要有爱情，对吧？你干嘛？让我们一起创造爱情的结晶吧！来吧，你不是已经爱上我了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滚吧你！你这个要用肥皂，这样才洗得干净。那。我屁股是什么感觉？你们在干嘛？锻炼身体啊！你个死外星人！凡凡，妈妈，妈，陆凡母亲，你好。刚刚阿姨去凡凡家看过了，凡凡家没人。陆凡家就是我家呀，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。啥？